你说啊？对啊。那你应该不可能照着奶奶说的那样做吧？哎，其实奶奶说的话挺有道理的。 现在可以给你机会，让你霸王硬上。Go！然后呢，我就可以要求你对我负责。谁跟你暴力唱功啊？干嘛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子！起来了！啊！哇！你咬我！ 你敢照奶奶说的那样的话，我也咬死你啊！笨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会咬你做你不想要做的事啊？我当然是逗你的，这只猫的牙真厉害。你有病啊你！你干嘛吓我？你这很烦呢。好了，停。 你笑屁啊！以前的红心终于回来了。这一阵子，你一直为我受委屈，不断的忍耐、退让，真的很舍不得。顺从听话不好吗？你神经啊！ 你有受虐狂是不是啊？如果你是虐待狂的话，我就欢迎你霸王硬上。你流血哎！ 你要我怎么答应？不然，你要怎么负责？谁跟你负责啊？你不要闹了，华人集团的副总经理了，肯定那么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因为只有在你面前，你先，只有在你面前，我才能做我自己。 我想不到还是被寂寞。我希望你也是，永远都是那个粗暴，但比谁都温柔体贴、不败的女孩，红线。谁粗暴？这是谁干的好事啊？孩童啊！ 窗外是个白天，怎么我还是睡不着？